来来来，咱们来讲忧郁症哈，忧郁哈。咱讲心情啦，心情不振哈，心情不好安尼啦哈。古早伫农业社会时阵哦，一个人的心情好歹哦，不再影响别人啦哈。哎，啊你都别人代志，你做不了，别人就替你做嘛哈。所以无差啦，啊所以未影响你家己的生活嘛，未影响别人的生活。不过伫工业社会的时阵哦，就无同款了吼。伫工业社会的时阵哦，每一个人伫社会内底拢总是角色，啊，拢总是真重要的代志。啊，这个重要的代志哦，我唔知影恁讲过六个月哦。美国买无药也通好食，啊？你唔知吼？咱普通吼，咱普通一项个新药啊，出来时阵哦，拢总有个 patent 专利嘛。啊，所以遐个新药个公司差不多是美国啦吼。不过专利过期个时阵，都唔是专利药，就继续续个嘛。继续续。咱是叫做 generic， 对吧？就是化学药啊，哈。本地美国话足侪做 generic 的 pharmaceutical company。啊，因为吼做 generic drug 的时阵，labor intense 哈，啊 precision 哈，所以人工较贵啦。啊，即卖迄个 output， 即个 end product， 有时是 toxic。所以比做 industrial west 吼，啊相当的开始啦吼。啊，所以吼，所以美国人做这底层进步了吼。渐渐，印度人都在开始在做啦。啊，别个所在也在做。嘿，不过吼，加超了1900年代吼，迄中国人吼。中国人哦，唔是台湾人哦。中国人哦，我一直在做哩吼，用个国家去杀时代。啊，所以因也无惊这个 industrial waste， 因也无惊 pollution， 啊因做出来比人国家少，所以印度变多，美国变多，所以世界高质不生的油啊成分。拢伫美国咧做，吼、哦，差不多3-4年前吼、哦，有一摆吼、哦，阮会接到 Medicare 的通知，讲哎，你咧食的高血压药无啥听吼，你若是这个 lot number， 请你唔当食，因为内底有 carcinogen 致癌物质，嗯，啊，伫山东做的啦。所以哦，就是讲，所有的 generic drug， 无论抗生素、高血压的药、糖尿病药，都中国在做，印度都叫病倒去啊！啊，即卖吼，引来一个武汉的肺炎，啊，个糖尿病，啊，你人拢时间要掉去，是这些啊？哎，正经讲的呢，足济啊！这个吼，这个因请讲一日4000块诶人民币，你请诶位20岁到40岁人去更尸体啦，吼、哦、啊啊，搁再者，条件讲你爱唔惊鬼，你无看到说咧吼？有嘛吼？有啊，是啊，那。惊人诶，就对了哈。所以，啊，即摆过来就是讲，这个当时才会煞，有头哈。伊也该是讲，差不多加阿德森嘛，差不多7-8亿交易下来。今年啦，今年 SARS 嘛是安尼啦哈。啊 ，SARS 诶，迄个
SARS, coronavirus structure, 가, 这 COVID-19, 差不多啊, 黑老师跟他就够, 所以, conclusion 就是说, 诶, 咱这边美国用的药, generic drug, stock, 也, 库存量, within 6 months, 过来的我, 你别给他我提, 提不药啊, 好, 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不是说因得到SARS，因得到这个武汉肺炎，那大家怕不怕？ No, you have to think of yourself. We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所以Mike Pence说 We don't like communism in China. But we like Chinese. He got the distinction. Oh, like, what's your name? 这个物质，是讲这个情绪上的疾病，都有影响啦，因为这样的关系，你若物质受苦，自杀的拢是这样的啦，我来研究这个神经科学，真趣味的讲，去看物质杀的下的人，伊的职业啦，啊，甲伊的做啥？真趣味哦，真趣味。就是你用正面的脑人较会啦，艺术家较会啦，宗教家较会啦，啊，那讲些科学家就较袂啦，用脑道面的脑较袂，真趣味哈，呀，好嘞，啊，即卖严重的自杀啦，哈。 所以嘛是造成上个社会负担，所以因为安尼讲呢哦，世界卫生组织哦，WHO就咪讲，二十一世纪人类三大疾病，第一个就是 depression， 就是忧郁，这浪费真济资源就对啦，所以工业社会 depression 是变作一个疾病，哈，也影响别人哈。 所以，那，depression 哦，无论这个像无论年龄啦，什么时间，差不多都有2亿6000万的人有忧郁症。大家讲想讲有遐尼济无？咱即马差不多70亿，哈，2亿，哈，所以，十个人就三个人，三四个人有忧郁症啊，所以你才安尼讲的吼。不过吼，这个问题，咱爱了解，爱知影吼。忧郁症唔是像高血压，嘛唔是像，哎，我从安尼个迄个 你无啦，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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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不是绝对啦，哈、哦。啊，因为这个忧郁症哦，有时啊较好，有时啊较歹啦，哈、哦。啊，需要把它量化的时候，所以咱才讲忧郁症哦。咱以工业化的时阵是愈来愈多，不过你诊断不是遐尼简单。啊，只有一挂镜头哈，一些症状，啊，咱大家爱小可知影者，情绪低落了哈，啊，大家人拢话情绪低落嘛哈，啊，嘛个
那呢，真久真久安尼就无啦吼。啊，失去对人对事的兴趣，啊，这两项吼是叫做典型的症状，较典型的啦吼。啊，这两项真要紧吼。哎，佮一个讲明显减轻体重，啊是或者明显增加体重，啊是讲食欲两极化。这吼，这有一个，我来即款的。精神的毛病了哈，这个叫做 SAD SAD S 它的 S 就是 season 哈、哦、，A 是 alternative season no alternative D 是 disorder 哈、哦，啊就是讲你哈、哦，你去到 Nova Scotia， 啊你看你的时阵啊都，当时啊。这样吼，啊是你去看在这个挪威，还是芬兰，拢有食的吼。啊这，不过夏天来哇，足欢喜的。我说 seasonal affecting disorder， 啊，对，跟着季节的变化呢。啊，请注意哦，这个 seasonal affecting disorder 的人，拢较肥啦，因为喏。In a craving for sugar， 啊，去注意哈，啊，就所以你呐，即款为 Newfoundland 来的人哦，诶，特别是女性，会较咧胖胖咧，哈，啊，这是趣味哈，过来第四项就是讲失眠啦，啊，也是困较困未起来安尼哈，啊，过度的激动，啊是相反情绪低落，哈。啊，这拢总是过犹不及啦，哈！啊，容易疲倦，啊，无困难，啊，这嘛是一个症状之一，哈、啊。唔过，未当讲有这个症状，啊，你就是 depression， 不是安尼，啊，难起来呢，哈、啊。这个就讲感觉自己吼不配啦，不值得啦，哈。啊，拢会自责讲，啊，有一个罪恶感，啊，我做安尼唔对安尼啦，都有自责啦，哈、啊。搁一个。思考能力减退，啊，无法度专注，啊，无法度下决定，哈、哦，啊，这吼，这是来真趣味吼。阮这个你讲，咱思考，咱思考吼，有一款呢叫做 functional MR， 机能性的磁振造影吼。啊，内底有一个，要来做这个要摄影，有一款的方法，对，但看这个，得一粒神经细胞有在叮当，啊，跑到哪里去，安尼啦吼，都迄个 track 都会看出来。这简单的讲法就是讲，不是遐个神秘，就是讲，迄粒神经细胞被活动的时阵。伊爱用个能量，啊，能量从哪里来？从雪球来，从雪球带来的营养，让它来当叮当嘛。啊，雪球注意的是讲，雪球内底吼有，碰到雪球有种血红素嘛 ，hemoglobin 吼会带一个 oxygen 氧气，好氧气。那到细胞时，还 process。oxidation 这个氧就会给出去，啊，这个 hemoglobin 就变成 oxyhemoglobin， 所以也就是说，从那个血红素的 molecular structure 都不相关，也 density 都不相关，啊，所以那呢用个较悬的 MRI 你当 detect， 哎，这个血球有氧过还是还没氧过，有叮当的还没叮当，啊，你看现在讲。那咱做一个问题，好，你思考，啊，你就看迄个问题，啊，你个空在你 MR 遐吼。咱真实在讲，得几位啊？比如讲，你简单讲，我空在 MR 来，啊，我放一条挂伫遐，哦，啊，你就看脑的迄个 temporal lobe 迄个所在遐，好，我就亮起来。啊，空在电影啊，你看，哦，你的啊 temporal lobe 迄个视神经皮质遐，就亮起来。啊！你然后迄个所在，迄个神经有咧震动啊，就对啦。啊，即个人，
放到迄 MRI 的下骹，放出 MRI 下。啊，予伊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伊爱去想，伊爱去 solve， 啊，伊爱去记，哈，啊，安尼的时阵，发现就讲，看到这个问题先吼，那是这个是十波人啦，哈，十波人吼，伊吼，特别是科学家。我讲十波人是较唔好啦哈，讲是科学家的时阵，确实是伫桌边个脑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因为桌边个脑是 calculation language determination execution 的所在啦。那所以就安尼，啊你若去予这个大画家、艺术家，也是较有迄、那个咱讲做 creative 的人。那个看下，哎，伊吼，诶，这边走过来这边，那个走过来，哈，啊，就是讲对迄个方向的嘛，咱就当判断讲是安尼啦，哈，有迄个走啊。大部分的男生啦，大部分我讲会再讲70%，是拢都是这边啦。啊，不过男生你若去去做牧师的时候，又走过来这边哦，哎，啊，你若讲 Hitler， 嘛走过来这边哦。Hitler 本来是要学美术的，这样，好，那这边这边你看女性哈，女生差不多80%，两边都有了。啊啊，这边的女科学家是这样子啊。我一拜吼，我就在台湾时吼，大概是2015年哈，啊，那个台大校本部请我去搞。做一个 special talk lecture 哈，噶因为有一个课哈，因有一个课是因为通识教育拢总是一年级在上的啦，阿嘛个医学院跟法学院是2年级在上，啊所以去搞我去甲因讲这是第二年级的学生啦，就是咧讲就是讲认知跟脑的 imaging 咧哈，啊我就甲因讲，哎先咧吼，哎等等。小英也袂算嘛吼，我讲恁看吼，恁看，那是 execution， 就是那个是作品的 execution。啊，那是女性的时阵，拢会走过来个正边，啊，再个走倒过来，所以会想较济安尼啦吼。啊，恁咪算了啥人？伊讲我咪算了，女性咪像小英安尼啦吼。我讲，莫个你遐想哦。那两边都在哈，他说三思而后不敢行呢。啊，你变啥？啊，所以你讲，小英在做些嘛，大家人批评啊，哦，讲拢唔敢做些哦，所以唔到有国外人签名讲，你唔能够算嘛。我这是一个例啦哈，我要予咱知影就是讲，现在男人的脑跟女人的脑是讲艺术家的脑哦，现在。下边呢，这是 creativity origin。你去看哈，我来讲，你去甲 Steve Jobs， 还是甲 Bill Gates， 伫遐做，一定加较侪，较侪。嘿，啊，就是 thinking process 无同款，啊 ，decision 无同款，吼。所以，你讲优异吼，啊，就是因为两边跑来跑去吼，没有办法 decision 是。就是 confused 就会忧郁了。忧郁女性较侪忧郁，不过是真的。我都怪。听经验。你若去搞那个精神科病院，门诊你去睇睇看，是安尼的吼。对啊。导演他有忧郁症。你的主播吗？好，啊，现在忧郁故哦，就开始自杀的念头了哈。后来，现在讲没诊断啊，有一个叫做 DSM-5 啊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啊 ，Mental Disease 第五版啊，这是美国精神科医学会在2013年定的一个手册啊，这就是要帮忙做健康的。诶，精神疾病的诊断，咱吼，咱台湾的人吼，啊，讲到精神病吼，啊，大家都讲哦，哎，唔当讲，见笑，哈，啊，精神病哈，啊，不过，实在讲吼，
甲神经病个无共款。神经是 nervous system， 精神是 psychic 哈、个 psychiatric psychological 哈、所以你这个 DSM-5 来滴，靠这个 depression 的诊断的条件是安尼，就是讲他都只讲遐有高种的诊断来滴，上少还有五款啦，五款中间啦，一定要包括啥？包括第一甲第二迄个啦。哦，就是情绪低落，失去对人的兴趣，这两个一定要包括在内。哦 ，OK， 这两个包括在内，只能各给三项，安尼怎讲？安尼都会当诊断讲你是有忧郁症。啊，这吼，这是不是科学？这是科学啊，吼。因为你就是用个数理的风格安尼啦吼，啊，甲讲你的经验嘛真要紧，吼、哦，所以这表示讲，这有啊安尼，就会接受讲啊，你是一个忧郁症啦吼。后、来，即摆哦，即摆可能在讲 anxiety 加 depression， anxiety 就是焦虑，啊，忧郁是 depression， 拢总是精神科的问题，对，真侪人。真侪人甲 anxiety 跟 depression 混在一起了吼，实在讲有时伊的症状是有重叠啦，吼，伊 anxiety 甲 depression 症状有重叠，啊有后先出现的 anxiety， 后来变作 depression 咁安尼啦吼，差不多有45%的病人，两款的症状拢有啊，吼，啊不过被诊断为好像准那个你有 depression 的人，有50%，你咧该讲的地方，发现到讲，伊有 anxiety 的病例啊。反过来讲讲，被诊断讲你有 anxiety 的人，啊你，较 deep into interviewing 那些，你冇发现讲，伊内底其实50%的症状是属于忧郁症的啦，哈。所以两种病。拢都与伊发生无共款的 mechanism， 啊，唔过症状是重叠，因为啊，因为病拢都是 involve 共个 nervous system， 啊 ，different location， 安尼来听哈。好，即摆过来讲 anxiety 啦哈，感觉是紧张啦，啊不安啦，啊是真慌张的啦哈，啊有灾难临头的感觉，啊惊吓，啊是讲啊。系咯，想讲即卖 coronavirus 未来还都未查伊个呢，啊，这就是一回事，啊，就二级个啦。啊，安尼时阵心跳会加快，啊，会出冷汗，啊，呼吸就加快，啊，这哦，这有哦，较厉害的人哦，那就安尼吼，气喘吼，啊，会感觉到较虚弱，啊，较容易疲倦，啊，困难集中思想，啊，这呢。那更加厉害，啊，就变成病啦。真侪人有这款的症状，不过 short period 啊就 pass by。譬如讲，还先讲，哇，你起考了，哦，大家紧张到要死死的哈。But after that, then you are all right， 对啊。好，所以黑波嘟嘟是这款的，是为了症状，不过无迄个病啦哈。啊，过来哈，有 anxiety 引起的病啦，哈。譬如讲。恐慌症 phobia， 咱大家上界 family 啊，这 agoraphobia 就是讲你去空旷的地方，感觉足无自在吼、哦。啊，是讲 claustrophobia， 把你关在一个细菌内底，吼、哦，啊，你都要袂食袂困袂当，袂当生活吼。迄个秘密的恐慌症 ，agoraphobia 讲你去真关就，我这边跑倒去啊吼。啊，这款的人有真侪，还真侪。不过有时候是不至于安尼啦。啊，你若是讲有 claustrophobia， 介济人哦，介济人，伊都唔敢入去电梯啊。吼、哦，有安啊，迄度那个安尼，哦啊就是一个病啦吼、哦。啊，种个是 panic disorder， 我都足够安尼惊呀，啊都未吃未过年安尼吼。啊，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囡仔吼
囡仔啊，妈妈要断奶的时候，有时也会安尼。吼、哦，啊是讲啊啊，你都甲恁太太真相好，啊恁太太是你先生过身去，啊另外迄个人啊都有即款的 separation anxiety 是嘛？啊所以吼，咱来去个探访啦，你个感觉咧吼，啊啊就较啊，即款另外一个是讲 compulsive obsessive compulsive obsessive 就是讲想着这样的，啊就个想那个，哎发现。compulsive 是行为啦，譬如讲，讲哎、欸、啊，我吼，我今日出去外口，啊，即摆有拄到真侪 Chinese， 吼、哦，我会着迄个 coronavirus， 我甲伊两个洗手，我先来甲你讲，倒来一捆，啊，我还佫洗手，啊，只是洗过两摆，这 thinking 就是 obsessive， 去做迄个行为叫做 compulsion。啊，像这就是叫做强迫行为啦，强迫症，这嘛是一款精神病吼。佮一个是讲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极大的 trauma 引起的，啊，这普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有安尼，叫做 shell shock， 听到嗡一下哇，那炸弹要来啊吼，啊，这都已经离开正常真久啊嘞，啊，不过伊这嘛都因为呢，就是伊的。伊思想内底有一个小 secretary， 那讲听到迄个声，阿就想起，阿那讲一个影，阿就想起惊，啊，安尼吼，所以这是 post traumatic disorder， 这吼，这是创伤后的焦虑障碍，足济哦，足济，不是无哦，吼，佮一个是 bipolar disorder， 啥物叫做 bipolar？ 就是讲两极啦，上界。像个特殊啊，像个常常被举的惯例是什么？是Van Gogh， 梵谷，那叫伊的名吼，叫荷兰的弹奏 Van Gogh， 啊，那是叫做 Van Gogh， 啊 ，OK， 啊，反正在那在上 ，Van Gogh 吼，那个人在讲伊 depression 啊，还咬来自杀嘛，好。甚至有段时间泡尿嘛，好，不过真趣味就是讲，伊伫迄个时阵，伫 area 遐，荷兰关起一间天气间便宜，还当初啦吼，诶，因个治疗啥，给白白来浸伫迄胡萝卜汤，啊，足许个吼，真好看，安尼个治疗吼，不，伊吼，伊一年内底做130个油画，看你我老公。就是伊 mania 的时阵啦，就是伊躁郁症的时候做的。啊，你个看吼，伊吼要靠拍你裸，嘛是你体会啊，吼，啊这就是 mania。啊，你本身呢，就拢总不爱通常啊，这个吼，啊这个，所以两个是 typical 的，这个 bipolar disorder。啊，实在讲，有真多人有这个病。好、哦、啊，我想讲，即咱知影讲有即个名，安尼就好啦吼。即、哦这个讲落去吼，即刚才较深啦吼。即、哦、是讲为即卖咧科学咧研究讲 functional MR 发现咧讲即个 mood 哈、哦，诶脑诶结构吼，甲、哦、即个所在 amygdala、thalamus。Hypothalamus 的连接上有关系啦，这个脑底下哈，咱人底下啊，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叫做 temporal lobe，hippocampus 的这个 media 哈，啊这个hippocampus 的头前边，这个就是叫做 amygdala 就是情绪的管控的。还是惊吓的中心啦，吼、哦！啊啊，真济趣味就是讲，你即摆你的心出来先 ，you may be all right, no problem， 哦。啊，嘛够你的成长过程中，education 然后 threaten 然后，特别你讲，你虽然是拢咧遭恐袭，吼、哦，哇，你大汉的时候。那你看，空空空，而且哦，你就很厉害啊！啊，这拢总是
print into your brain, I think. 하지만 또 the interconnection. 어떻게 mood, 또 emotional, 또 영향과 네 depression 아시죠? depression 하나. 아, 所以 这个，hippocampus 啊，那长期忧郁的人哈，长期忧郁，伊个 hippocampus 比正常人较细一丝啦，哦，啊，所以哈，因为你会当想讲，长期忧郁的人，他的记忆一定不好，哦。You don't have enough room to store your information. 啊，所以哈，你长期压力下哈，也细胞比较少哈。啊，你们antidepressant 增加那个neurotransmitter 了，啊，就会帮助 hippocampus 的成长。不过，真侪临床上，这个人有 depression， 我 antidepressant 的药好吃，有的人会好，啊，有的人袂好，是安怎？啊，就是讲，迄个人诶 ，depression 是真久真久，伊已经 shrink， 吼，伊诶 hippocampus 已经 shrink， 哇，迄大个等候伊诶 nerve cell， 佮 interconnection， 佮大得顶个了，迄药才有效，安尼意思啦，吼。所以，即卖对于这类诶研究吼 ，it's a lot of improvement 吼，你了解 interneuronal connection， 加。Neurotransmitter， 哈，神经传导素就有关系啦，哈。啊，即卖问题就是讲，这个，咱来搁看讲这个anxiety 哈 ，anxiety 哈，就是伫 hippocampus 头前呀，有一个 neuron， 就是 amygdala， 哈，啊，迄个，影响较大，对 hippocampus 哈，啊，因为拢伫遮有一个 circuitry 哈。叫做 limbic system， limbic system 哈，就惊慌的回路哈，啊，这个所以惊慌也好，你的 cognitive function， 你的认知哈，是 the cortex， 啊，认知的时候没有办法影响 limbic system 呢。好，你再讲，譬如讲 claustrophobia， 他就讲啊，你都。你都行入去这个电梯内底吼，你嘛知影讲，这是安全无安全？我你都紧张下吼，你甚至是做电梯的工程师，你若有这个 claustrophobia， 你嘛惊到未死未爽，你就知影免记啦。所以你的 cognitive function 甲这个 emotion 是 disconnected， 无法得去 control， 安尼吼。啊，所以即卖吼。即卖就咪讲，这个 anxiety disorder 是一个叫做 epigenetic disorder。什么叫做 epigenetic disorder？ 咱我来安尼讲，你就知影啦吼。毛毛虫，你来去提个菌来个吼吼。哦，伊就这个毛，这个菌，这个菌是安尼。蝴蝶，你去看蝴蝶的菌，一样。通通一样，安奈毛毛虫个蝴蝶差样尼济，哈，啊就是，伫迄个毛毛虫做卡困的时阵，这个叫做茧的时阵哦，哎，你有看那个 reaction？ 哎 ，reaction 是安喏，过冬天以后，有一个 material group， 哈，一个甲烷基 material group 哦，伫迄个这个。DNA 加那个 link methylation 哈，你所以本地每一个这个基因都会表现出它的性格出来，但是叫4、5个基因被绑在一起，没有办法表述出来，啊就变成毛毛虫，啊，而且这就是变出来的那个 expression 不跟快的关联，相关的是讲，咱。咱的这个 phobia 哈 ，phobia 是一个 epigenetic disorder， 人就是讲你的 limbic system 的 connection 内底有一款的 chemical， 啊，迄个 chemical 是 facilitating 这个 nerve 的 connection， 不过有一段时间哈 ，somehow 有
material group, he got his molecule, right? Got linked together. So he, Jimmy Hong, he had a gene experiment, no at all. So he, the pins are going lock in the air. So he, being being saying, going, making, I'm going to get a very sissy. So this is anxiety disorder. Jimmy so liao guy, he, more bad, she did.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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